姐，你穿这样的入职不太合适吧？你在教我做事啊？你是九龙集团的 CEO， 我还用去人事部？走了，约会去了，拜拜。哎，姐，跟着夏言。好的，汤总。怎么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？你们在干什么呀？嗯，拜托王秘书，我是来约会的，你这样跟着我，你要是有事就先忙去吧。可是汤总说。滚。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没事儿。这个事情就按我说的办，待会儿就这样。这个事情要好好办啊。哎，王秘书。他谁？汤总的秘书。就是您下午要请的九龙集团的 CEO 汤总。所以说下午务必要办好。哎，好好好好。妹妹，你猜我碰见了谁？好久不见啊，凌晨，两个人三个菜，还是这么穷酸啊？跟你没关系。还真有关系。今天我们餐厅要来一个尊贵的客人，所以请吧。我倒要看看今天的贵宾到底有多贵。哟，凌晨当时甩了我妹妹，就是跟你这个乡巴佬在一起啊？那可真是鱼找鱼，虾找虾，乌龟找王啊。别这么说马哥，我还要感谢凌晨呢，要不是他，我怎么过上现在这种好生活啊？也对。你不过是戴了一个好一点的戒指而已，跟我有什么区别啊？我老公现在是九龙集团的人事主管，我哥现在也在九龙集团，前途无量。低调。你拿什么跟我比呀？九龙集团，真是巧呀，我就是九龙集团的千金夏言。我看是谁在这冒充九龙集团的千金啊？我可是九龙集团的人事主管，我可没听说九龙集团有千金这号人物。再说九龙集团的 CEO 姓汤不姓夏，我们同母异父，怎么不可以啊？同母异父，这理由你也能编得出来？那可巧了，今天我请了九龙集团的 CEO 吃饭，你俩要是不想被当场拆穿，现在滚还来得及。正好我跟我老弟也有一上午没见面了，我就在这等着吧。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、啊。汤总，您来了。汤总，哟、哦，这么多人，这两位是？汤总，您不认识吗？他说他是您的姐姐。姐姐？哟，我什么时候有个姐姐了？您也不是我弟弟啊。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啊！姐姐，你不是说你是夏家的千金吗？怎么不认识了？还是说这汤总才是假冒的？说什么呢？啊，不好意思，唐总，有所冒犯了。他就是个冒充。够了！哎，对待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，不能这么粗鲁。你不是想和我攀关系吗？做我的女人不就好了？你有本事再说一遍！你们干嘛？放开！放开！怎么样？考虑一下，放开我。你敢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们在这里办事儿，能得到你说话？你怎么才来？还真有个弟弟。这么说，你就是九龙集团的董事长汤小鱼了？没错，
真是可笑。你是汤总，那我是谁？我管你是谁。做戏做全套还挺敬业呢。一分钟之内，我要你到你该到的地方。老公，你看他还在演，不去当演员真的可惜了。刘主管，今天饭就别吃了。你想升职的话，看你表现了。明白明白，把这个女的抓起来。得嘞，我看谁敢动他们。汤总，哎，王秘书，你来的。汤总，汤总。哎，汤总帮你把人抓住了，秘书快！哎，汤总，你看这个人怎么处置？冒充汤总的这个男人，就交给王秘书处理。至于你们两个嘛，现在不认识我的份上，就从轻处理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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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，全部开除，雁没封杀，永不录用。走啊！